这个游戏呢，到了第十关过了之后，就会有这个新的模式哦。那中间这一块是不能划线的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这次要怎么过呢？紧张哦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冲啊！知道了，哇！里面的人吓都抽血，哎哎哎！他怎么把另外一个人踢掉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喂！